第三个小段，这个记诵的顺序是第十、十一、十二、十三，说明这个刹中苦乐的状况，明苦乐中，这个是前面三首是讲的总相，就刹中这个生活状况来说苦乐，请看经文。由刹泥土成，其体甚坚硬，黑暗无光照，卧夜者所惧。我们一首一首看啊，这一首啊，我们现前居住的这个世界就非常接近啊，这个居住环境啊，这个星球确确实实是泥土成的。不是像佛的宝土、化身菩萨的宝土，我们在经典上看到都是七宝所成、众宝所成啊。我们居住的这个宝土啊，是泥土所成的，其体甚坚硬。我们理解，我们见到了黑暗无光照啊，卧夜者所惧。这个黑暗不是说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灯光啊，日月灯明，我们这个世界不缺乏。那黑暗是指什么呢？历史学家著述的时候有所谓黑暗时代啊，造作恶业的众生多了，伦理道德衰退了，这就是黑暗时代啊。众生愚迷，没有智慧啊，随顺烦恼习气，造作恶业。令自他在一生当中啊，生活在忧虑、恐怖、苦厄之中。世间人常讲的幸福美满、真善美慧啊，变成众人所向往羡慕的这些字样，一生当中未曾见过。这个时代就是黑暗的时代啊。
所以此地讲的光照是性德之光，觉悟者的报土，六凡在众生圆熟的时候，感得诸佛如来啊，菩萨圣贤呢，应化到这个世间，这个世间有智慧，有光明。啊，那像我们现前这个事情，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啊，还算不错。啊，末法了，往后还有九千年，世尊的教诲。世尊的光照虽然比不上啊，像过去那么样的直胜啊，佛光在这个世间逐渐逐渐衰微了，光变得很微弱了，有缘的众生他会遇到啊，具足善根福德的众生遇到之后他会珍惜，他会借着世尊的光照点燃自己性德的光辉，他就成就了。末法时期不是没有得度的众生呢，有啊，我们今天遇到了。关键呢，能不能将世尊经教的光芒点燃我们自己性德的光辉？关键在此地。如何能点燃呢？关键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说啊，一定要放弃自己的烦恼习气，放下自己对一切人事物的妄想分别执着，完全随顺经教的教诲，就把自己性德的光辉点燃了。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啊，刚刚接触佛法，
两三个月，张家大师教导我读释迦谱、释迦方志啊，在那个时候，这两种书台湾都没有啊，找不到啊，只有在一些寺院里面，他们呢供奉着有大藏经，在大藏经里面查出来，分量也不少啊！利用星期假日到寺庙里面去看经，看这两样东西，带着笔记本，看到重要的开示，把它记下来。对初学影响很深呐！老师的指导，你学佛，学佛首先要认识佛陀，佛陀一生的行业，不能不知道啊。然后你才会效法佛陀，向释迦牟尼佛学习。释迦牟尼佛怎么样开始觉悟的？他表演给我们看了，他实在是看到芸芸众生了，生老病死苦啊，除生老病死之外，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无因之甚苦啊！世尊是看到这些现象觉悟了，人生在世，纵然尊贵为帝王，也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八苦，所以毅然舍弃王位，舍弃富贵，出家修道。为什么呢？目的只有一个，离苦的路啊，希望啊能够借修道脱离八苦啊。这是真正的觉悟啊。那佛给我们的实信是真实的教诲，修善积德，感得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享完了怎么办呢？
总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脱离不了六道轮回，我们就要明了，肯定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过去生生世世造作的恶业多，善业少。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所感的业报肯定是三恶道的时间长啊，三善道的时间短啊。啊，几个人认真的想过这一桩事情呢？只有觉悟的人啊，觉性高的人，他会想到啊。一般人确确实实痴迷颠倒啊，可能在一生当中都没有想过一次这些事情，真的是糊里糊涂过了一辈子。啊，学佛的人难得，啊，常常在经典里面看到啊，佛菩萨祖师大德了，这些提示的文字啊，读了之后，我们自己有没有警觉？有没有醒悟？有没有回过头来？这很重要。释迦牟尼古德从《大侠乘经论》里面集结变成的，学佛不能不读啊！啊，否则的话了，我们不知道啊，怎样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这个书里面，世尊表演给我们看啊，能这个难舍能舍，难行能行，难修能修，把自己信得的光明点燃了啊，才能够永离黑暗啊。阿弥陀佛的意思是无量光无量寿啊，只要醒悟过来了，自然你就会断恶修善啊。断恶修善这桩事情用不着别人劝导啊，觉悟之后你自然就会了啊。你今天恶断不了，善想修不能修，
什么原因呢？你在迷，你没有觉悟啊。啊，这是迷惑当然的现象，不足以为怪啊。我们学佛不能不知道，往下呢，这是越来越苦了。底下一首犹差金刚尘，杂然大忧怖，苦多而乐少，薄佛之所处。啊，这说的是什么地方呢？卧倒啊，前面这一首我们看的，这是人间的啊，人间福德不得啊。那么这一首这是讲的三恶道啊，犹差金刚尘，更是坚硬的。诸位要知道啊，这个有福报的人呢，他居住地方啊柔软啊，坚硬是说明没有福报啊。杂然大忧怖，严重的恶业，众多的恶业就是杂然啊。他的身心常怀着忧虑恐怖，即使他的物质生活还不错，还能过得去，过去生中修了一点福报啊，恶业做得太多了，所以在他一生当中身心不安啊。啊，哪些人呢？阿修罗、罗刹这一类的众生呢，苦多而乐少啊，过福之所处，那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他是有福，他的福是前世所修的，这一世没修福了，这一世造罪业，不知道修福啊。感这种苦报，什么人懂得修福呢？修福还是有福之人，无福之人修不到福啊。遇到福田，他都把它糟蹋掉了。什么是福田？三宝是福田啊。
圣贤的教诲是佛天哪、啊、我们看看现前的社会，排斥圣贤教诲的，反对圣贤教诲的，这种人在世间不少啊。他们批判也振振有词，听起来啊好像也蛮有道理啊。批评这些东西是神权，是迷信，他们所信仰的是科技啊，是文明啊，是进步认为古老的东西都应当要淘汰了啊，对，现在是什么时代啊，还要学这些东西啊。这种人薄福之人啊，他所居住的所在啊，如果我们细细观察我们现前这个社会状况，油叉金刚尘，我们把这个叉缩小啊，缩小到什么呢？我们居住的房屋，你看现在这个房屋很多的建筑钢筋水泥，钢筋是金刚啊，确实是很坚硬的啊，古时候没有这个东西啊，古时候的建筑啊，再大的宫殿用什么建筑？木材建筑呀，木结构啊，比起钢筋水泥柔软了、人住在里面磁场不一样啊，一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喜欢住木屋啊，不喜欢住啊这个钢筋水泥的建筑，磁场不一样，对于自己身心当然有影响啊，你的居住环境，你的饮食啊，你的工作环境影响你的情绪，影响你的生理啊，生理心理都受影响啊，今天在都市里面钢筋水泥建筑物多啊，我到农村里面还能够见到许多以
木材为主的建筑，甚至在中国偏远地区的农村还有茅棚啊，泥土建筑的墙，泥土建筑的墙啊，上面盖的是茅草，这种房屋你看到非常简陋，实际上很健康。啊，我小时候住农村，就住这种茅棚。啊，几十年来都怀念呐。这个小茅棚啊，冬暖夏凉。土墙很厚啊，那不厚就倒了啊。所以通常这个一般这个土墙啊，大概有一尺半到两尺，中国的十尺又这么厚。所以它这个隔热的效果非常好啊，茅草也相当的厚啊。那么在日本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佛教的建筑啊，你看它那个屋顶，屋顶很厚，仔细看呢是茅草，它上面盖的不是瓦啊，我很细心去观察了，就盖的舒服，这个房子住的舒服啊啊。那么现在一般人观念不一样啊，喜欢用钢铁，用金属后面这一手，或有用铁尘，或以赤铜做，石山险可危，罪恶者充满。那么这一手所讲的几乎就是地狱了。我们在《地藏经》里面读的很多啊，地狱确确实实离不开铁、铜、石、火啊，地狱是一片火海。纵然是寒冰地狱，你一看那个形象啊，还是一片火啊。什么原因呢？地狱的业因，第一个因素嗔恚变现出来，嗔恚是火啊。贪欲是水，嗔恚是火，愚痴是风啊！啊，所以这个大三灾呀，水火风啊，实实在在讲是贪嗔痴这个业报现前。啊，那么这个三首。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讲，这是讲的总相。啊，
就岔途来说苦乐。那么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大环境。从大环境当中我们来体会呀，现前我们生活的小环境有类似之处。这真是天台大师所说的百劫千辱啊。佛在经上常给我们讲十法界，智者大师说得好，每一法界里头都具足了十法界。以我们人法界来讲，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人法界，这人法界里面有佛，人中之佛。像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世间，跟我们六道凡夫生活在一起，但是世尊住的是佛法界，我们住的是人法界，世尊弟子当中有住菩萨法界，有住圆觉法界，有住声闻法界，在家弟子当中有不少是天法界，所以这一个法界里面就具足十法界啊。我们看到人间即使在现前，世间上还有没有开化的落后的地区我们常常在新闻报道里面看到那他们的生活实在讲几乎是等同卧道所谓是人间的恶鬼，人间地狱这世界上不少善心的宗教人士到处在劝募基金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勉强维持温饱再看下面的三首刹中有地狱众生苦乐救常在黑暗中焰海所燃烧祸福有畜生种种丑陋行尤其自恶业常受诸苦恼或有阎罗界即可所兼彼登上大火山受诸极重苦这个三首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提示我们越
一刹中有三恶趣啊，这就是地狱、畜生、恶鬼。就一佛刹来讲，这个世界染尽杂聚，这个可以说是纯然无尽。他们所感得的报应呢，先说地狱，这刹中有地狱。众生苦要救，地狱众生非常苦啊！要是希求啊，是希望啊，希望有人救他。可以说念念呢，盼望着有人来救他。但是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佛菩萨虽然非常慈悲，也没有办法帮助他。为什么呢？他所造作的恶业必须要消掉啊！他才能够离地狱苦。那么由此可知，他堕在地狱里头，正是他恶业感得的果报。这个果报呢，消他的业障。正如同我们人间喜欢造恶的人犯罪了，这个法官判他监禁，关到监狱里面，要关若干年，关在监狱里面，那就是果报啊，那就是消业。刑期满了，你的这个业消掉了，你才能够出来。世间这个法律人为的，三途六道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不是人为的。你造作恶业堕地狱受苦，地狱是谁建造的呢？没有人建造，世间的这个监狱是有人建造的，地狱不是人建造的，这个恶鬼道也不是人建造的，全是业力变现呢。这个《华严经》末后所说的“为识所变”，所以佛在《大乘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众生
造物都太多太多了。佛把这些恶业归纳，归纳最严重的贪嗔痴三毒。这个三毒就是三恶道的根本业因。三毒决定是关联，不可能呢，这三种你只造一种，其余两种你不造，不可能。你都会造，都会造是哪一个最严重？贪嗔痴通通造啊，嗔恚最重。现在这个业报呢，就是地狱。地狱的种类很多。佛在经典里面说的也相当详细。比这个恶鬼道、畜生道讲的多，讲的详细。这是佛说法的善巧方便，目的是让我们明了地狱苦啊！你不愿意受这个苦啊，那你在现前你要觉悟啊，你不能造这个业因。你造这个业因啊，你怎么能够避免这个果报呢？这个地狱的业因是以嫉妒嗔恚造五逆十恶罪呀。五逆十恶造一条就不得了啊，没有人能救啊。一定要等你的果报消了，佛菩萨才能够救你，才能够帮助你。那么今天造五逆罪，在这个世间已经相当普遍了。杀父亲、杀母亲，时有所闻的，杀阿罗汉，阿罗汉是圣人，众生没有福，圣人不会到这个世间来。但是你要是杀害这个世间有道德的人，好老师、善知识，你要以恶意去伤害，跟杀阿罗汉是同等的罪报。在佛法里讲，等流罪。果报是地狱啊！出佛身学，佛现在不在世，有等流的恶意，毁坏佛像，恶意的毁坏，这是出佛身学的等流罪啊。最后一条呢，破活合身，
现在讲的破坏佛家的道场，破坏圣教的教学。这个最重啊，地藏经上讲得很详细，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里面说得很多，这是我们常常讲的经典啊。在大藏经里面佛说这些事情说得很多，说得很明白。由此可知，佛陀在世常常啊以这个劝导一切大众不要造三途罪业。你造三途罪业，你必定受果报。你在还没有堕落之前，要是遇到佛法，你要是觉悟，要是忏悔，还来得及。你要不知道觉悟，不知道忏悔，堕落到三途，麻烦可就大了。三途很容易呀。堕落很不容易啊，出来。三途的人寿命长啊，地狱里面的寿命往年。李老师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为学生编了一套讲义啊，佛学概要14讲，里面有一段呢就是介绍地狱啊，地狱种类很多，地狱里面的寿命长短不一样啊，这不是讲极重的一般地狱啊。李老师给我们报告，地狱一天等于人间2700多年啊，中国号称历史悠久啊，有5000年的历史啊，那要是在地狱呢还不到2天呢你才晓得这个可怕了啊。地狱的寿命呢又很长啊，真的是万岁万万岁啊。什么时候你能出头啊，这些话我们要相信佛的话是真语实语如语啊。佛决定没有妄语啊，决定不是拿这个来吓唬人哦，是为了劝你不造恶业啊，佛用这个方便法来说，你要这样想就错了。佛所讲的句句是实话，实话实说啊。
啊，你千万不要搞错了，搞错了吃亏是你自己啊，你对不起佛菩萨教诲，对不起佛菩萨那一片苦心。现在时间到了。